这边依然有等级的压制啊，我决定还是顶着等级去打吧，因为初期也就是先过下这个主线。我看了一下那个成就，它后面有什么 Chaos 难度，它好像比这困难还要高，然后还有一个职业的 Master 等级，所以我怀疑其实前期我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因为难度啊或者等级就去特意练级，然后特意去刷等级刷装之类的，完全可以直接刷下去。它大概有我数一下，好像跟成就有关的话是有16个任务，应该说有16个主线地图，然后支线的话估计也是至少16个吧。哦不对，因为前两个地图好像没有支线，所以应该是14个样子。我现在装备也是挺高的船，我还换了一下那个大剑吧。落ち着いて。さっきの塔の装置でここに飛ばされただけ。クリスタルは。战斗准备。换个大剑。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は記憶か。それともお前の願望か。どっちもかもね。双刀36，好，但没用。先打打看吧，只要怪的话不是很烦，然后攻击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用大剑是可以正常打，要不然的话大剑的动作后摇实在太长，不太舒服。相手する。サクッと倒そう。物足りないって感じな。ピーちゃん一直打他的影子。この調子なら問題ないね。よくやったな。次も頼むぞ。其实我也挺好奇，他游戏里头这些一些能打出的物件，他到底有没有藏装备之类？他只藏那个魔法值在里头，而且很少很少。大歓迎だな。哎呦！やってやろう。気配が変わった。其实我不太喜欢打这种大锤类的，因为它攻击频率很慢。我刚发现一个事情，他这个锁定转，不能转吗？他这个锁定转视角的问题，之前是因为我会去推那个右摇杆，所以他会特意定的转向某个就其他的敌人，但是刚刚我没有去推，他只是因为那个敌人脱离了那个我的视角，他直接强行的转走了，这个很坑你。ジャック、この壁は危険だよ。離れよう。哎，他怎么？我们可以把敌人推上去啊。あ、ごめんごめん。謝るな。いい加減俺に慣れろ。お前の雑な注意喚起はたまらない。我因为我装了其他适应性，所以说会给其他的职业加经验值。
了这个 Break 是回的好多呀，但是他很容易。直接被干了，那个大锤实在太狠了。看一下，果然还是不太习惯使用大劲。到时候给我刷刷 buff 吧，刷个极速去打，方便。敵がいる。サクッと倒そう。ジャック、今がチャンス。邪魔だ。体勢が下がったみたいだな。悪かったな。怪我は手当てしておけ。他这个有时候放技能有点嫩，就你立刻就按的话他没反应。哎，他具有武器的特性嘛，克制特性，这个很厉害。但我在法杖，反正調子なら問題ないね。よし、次に進もう。等会先往他们脸上塞几个救急，我还没用过，那救急到底是什么东西？塞几个魔法，我看。刚刚如果震的话，我把直接震到电网上，然后就是用那个土锥，还叫什么？就是土系魔法，然后把它直接震到那个电网上头，然后直接处决，是不是特别有意思？这个小怪可以先锤上去。你再跳啊！你作死啊！楽勝楽勝。つまらん相手だったな。真的呢？真的呢？强行推上去，强行电爆。相手する？やるぞ、ついてこい。因为我看不到视角，可恶，他的视角问题很大啊，必须发现。嬉しいね。いい勝負なんじゃない？もらっておこう。わ、靠。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な。みんなは大丈夫？被他阴了。这边是不让我们过去，肯定要绕路吧。目の前にあるのにな。里头有拾取物。会不会有暗门呐？因为前面在第三关的时候是有一个隐藏的房间。随機と連動しているようだな。那什么东西啊？锁的，锁的。この光景、嫌な予感がする。没有，不工作它，但我感觉按了开关之后就工作了吧。ほら、予感が的中した。为什么突然就爆了？你这也太突然。应该打不穿。为什么？是因为我是法杖的原因，所以我伤害很大。
可能，因为法杖的确伤害挺低，之前打上一关 boss 的时候那个法杖伤害实在是让人绝望。但是他动作快，那估计是不是他的武器伤害跟动作，就是动作时间是有关系的。打剑的话毕竟还是慢。キューブだ。一息つけそう。さてと。砕く。手応えありだな。手応えがない。攻撃を受け流されているようだ。これでいく。火属性斩击伤害，这不是故意给我坑吗？咣咣！哎，为什么抓不了楚玄？可恶！那软力长得有点恶心，我觉得他那个正常来说，那软力长得就是至少能看出个脸的样子，他现在脸看起来有点像扭曲了，这干嘛用的？关键啊，这关不关也无所谓啊，我觉得有的还好呢。那电梯是干什么用的呀？又是个存档点，可是为什么？哦，这样，原来，你要开个捷径。那我这边再开启的话，电梯才会有电，不是吗？那这个电梯是干什么用的呀？对，它上向上还是向下？去第一那个存档点吧。お前たちはどうだ？いや、見てないよ。俺もだ。幻影を見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な。ああ、そうか。哦，楼下那个，那是个东贝利吧？さてと。好像打不中第三个，只能打两个。完蛋！东贝利跑出来了，这个很麻烦。为什么我没有带盾牌啊？没有盾牌有点麻烦，这个东贝利不太好打，因为。我现在没法去拿盾牌，拿盾牌我也重新打一遍。这个东贝利他那个怨恨挺讨厌的，我只能用风魔剑打。他是哪一种替身怪？哪种款式？宝箱か。我还能不能推他一下啊？试试看。強いぞ、集中しろ。我被点了。
那个伤害实在太高太。他要过来一点的话，我可以考虑直接用附魔剑的派身，用附魔剑的派身去打。他这个沉默真的很恶心啊！防住还好，你只要被他摸一下，什么都没了。而且为什么我的物理技能也算了？哎，为什么他会变小啊？他以前没有变小过呢，这是新招式吗？来紫装倒是喷了不少，就是不知道之后有没有速刷来刷装备的话，有没有刷的意义啊？这个是重点。因为基本上只有第一次才会狂暴紫装，还有一个就是难度提高之后第一次会狂暴紫装，可能我觉得低难度的话也会狂喷一下子吧，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蓝绿 MV 这样的，不会不太好。この先はカオス討伐のことだけ考えてくれ。先关了，正好有捷径，呵呵。那我先回复一下。这是绕过来的房间，然后我们继续向上走。哎呦，忘记装盾了。我靠，算了，走下一个点吧，走下一个点吧。咋的，这没盾子很奇怪呢。健康だ。でかくしがいるか。面白そうなやつだな。手を抜かないでよ。我要个这么恶心。把处决啊，我给你写的。提质就是大剑职业的一个缺陷嘛，如果说是用圣袭的话，很有可能就直接打出派神，那个派神一砸下来啊，是个范围型的，我还不需要瞄，先对他这个锁定。还是非常，还是觉得非常恶心，没东西。又是电话，好电话。这应该是个小 boss 战。我的妈！これで行く。さて。让我想想办法。只要不引那个巨人的话，应该还好吧。おとなしくしていれば倒されずに済むもの。健康だ。気をつけろ。
とく。あ、厳しいな。シュート、大丈夫か。哎，法杖还挺克大锤，不打火球，咣咣咣，把他抓，吓死我！你ひどいだった。俺足を引っ張ったかな。ごめん。哎，他把路给我封住，让我怎么上去啊？难道说要通过 NPC 吗？这个速度还特别过了，感觉是有一次地形伤害的样子。还有他如果最好有自动回魔就好了，我觉得他这一直做的不是很好，就是说在你脱战期间他没法自动回魔，你就必须得通过普攻去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魔术监狱啊，其实这个技能挺坑的，也是我一直不太愿意去使用这个 L 的技能的原因，因为 L 技能都比较的鸡肋，我觉得不太好用，没有 patch 好用。然后那个魔法监狱都坑到什么程度呢？它是要降低你的上限去提高你的魔法值，等于说你的魔法值满的话，然后再去用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どうも気力が冴えないな。俺はジャックについていくから。我刚以为是个人呢，赶快装盾牌。我的盾牌呢？哦，我之前盾牌好像是因为装那个虚空装单手剑的时候给它配上去，把贤者的盾给拔掉了。它那个时候不提示，就是你在配自己装备的时候，如果你的副职第二职业装备任何东西的话，他是不提示你装备的东西。下手すると大騒ぎになりそうだな。他能不能震下去啊？これで行く。さてと。还放不过去？挺烂，真挺烂。别不行。大歓迎だな。叩き潰す。ジャック、ジャック。哎，我为什么会被打死啊？我想顶住他放技能的，但是我那个视角什么都看不到啊，就这么被弄死了。你跟我扯，你跟我扯。やるか。ジャック、やってやろう。再炸了，他们是一次性的吗？还真是一次性的。提速斩，你就把自己弄下去，这是个什么意思？看不懂操作。まずいかも。真的，我去。ジャック、今がチャンス。じゃあな。さてと。仕切り直す。全推下去。なんかヤバくなってきた。体勢が下がったみたいだな。きついね。レオ、他这个冲刺，我这是到哪了？太突然了吧！疯人！
行啊，其实挺讨厌这个蝙蝠，他的超音波实在是哎，有时候你根本防不，就是不是防不出去，明明可以进行反击，但是却反不出去。我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是因为什么原因被锁了。这又是去下一层是吧？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缺了一只怪。我看能不能上去啊？他这个地方掉下去的挺，其实应该是我们上去吧。他这地方设计的挺奇妙的，不知道是怎么走，我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正常的路线啊。这边也能上去，是我们回到之前那个点，还是说前往下一层呀？这不是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点吗？这个路是什么意思？哦，啊，我懂了，应该是我们掉下来之后是回到了之前的下一层，然后我们要重新打开电网回到上一层，因为之前那个巨人被杀掉了，所以他不会再刷新，这个样子。可能吧，先试试看吧，我不是很确定啊，因为那个地形长得太像了。那这不是很坑人吗？我还不能做点了，做点的话那怪就刷出来。相手だったな。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重新开启了门，再上去。但是就这个路线的话，不会说我们之前之后要一直避免掉下来才行吧？这样太麻烦。さてと、これで行く。さてと、健康だ。如果贤者能拿剑就好。贤者拿剑，打起来不是特别的爽。这样的话我再去配圣骑士，因为我现在只要拿两个职业拿盾剑的话太浪费了，其实说都拿盾，那实验者完全就是一个辅助职业，就是一个刷 buff 的职业，刷 buff 回血这样子。这个点我也不做了，做的话也是增加难度。其实那只，就是那个家伙也不理他了吧？我理他干嘛呢？开关还是要开的，对吧？さあ、忙しくなる。手を抜かないでよ。終わりだね。又是个巨人，我靠，可怕！我听到好像什么奇怪的声音。哦，
好像有那个舰长。这个结晶有点莫名其妙，就这样，这也算结晶？哦，应该是为了供电，对，应该是为了供电。这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套装和武器了，之前都没见过，所以说应该是主线先刷完才是正解。这门是不能开的吗？刚刚没有注意啊，这扇门能开吗？我去关下看看。刚刚是跑掉了一个仙人掌，仙人掌怪。行くぞ。頂上という感じだな。ああ、気を引き締めろ。现在的这个配装策略就是尽量往高的去配，因为你本身的这个适应性也配不上，很难配刷得上。然后另外就是主要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的适应性比不配不上的话，就导致你没有必要跟适应性去配装。然后如果说你穿的太低的话，防御值又低，然后属性的话也会低，那倒不如就干脆照个高的配。这样比较好一点，只是配的话也根据情况稍微看一下，因为有的可能对你这个职业没有用，比如说什么魔法伤害啊，你本来是个物理职业，你去穿魔法伤害就没有什么用。其实像这个掉落几率 up， 现阶段掉落几率 up 也没太大意义吧。哦，集体会物质，我可以配一下。您顺道可以练一下复制，
我不知道那个职业你没有解锁的话它涨不涨经验值，这我不太清楚的。但是我的高位职业是全部解锁了，所以说上位职业全部解锁了，所以说还是有点用。但高位职业我只解锁了三个，所以一直出暴君的装就没有去看暴君的装备，没什么用。延迟抗性是什么东西？有一些比较好的适应性装就可以穿，那没有的话就算逆量。速度掉落率，这个可能恶棍系列就是掉落率的掉落装吧，以后刷宝装用。是魔法装备上可以穿一下。大扩建29级可以换了吧？精神魔法属性，魔法属性，你跟我谈魔法属性，我有吗？巨龙战铠，土属性、碎属性，我看我拿大剑的话，好像是，哎，好像另外是碎属性，那就不算了吧。土属性对一下，像这个土属性，明显就是给龙骑士用的，因为龙骑士是土属性。那我认为装不装对是意义不是很大，那也聊胜于无的那种感觉。反正尽量往高的塞就是体质，要不体质。然后看看啊，力量、水属性、力量、速度、蓄力攻击、break 都不怎么用。力量突出弱点，这个可以。突主印的话就不用管了。哎，就怎么上去了？有点突然啊。boss 战吧，看情况应该是 boss 战，这 boss 战有点快啊。哎，不是他吗？这不是？第一关刚开始打的那只龙吗？还挺强的呢。すごく震えてる。也倒不是强不强的问题，应该说是他挺烦的。カオスか。いかにも。四人のカオスの一人。四人だと。風のクリスタルがあれば風のカオスがいる。火のクリスタルには火のカオス。水のクリスタルには水のカオス。土のクリスタルには土のカオス。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ことか。ついに。ここまで来たか。だがもうお前たちの運命は終わりだ。風のカオス、ティアマト。他其实和霓翁是一样的吧？如果霓翁也变成混沌的话，也是变成这个样。那底下挂了一个人呢，防御力关上的，那座舱吗？那是。我先打打看，我不知道好不好打。上来就扑人，这是我没想到。这我没想到，他那个东西没挡住，为什么呀？発見。さてと。
強くなってきたな。よし。
けなくなる？ここからだ。Wow.
だめだ。真是太恶心了，他必须得打破他抵御值，问题是攻击间隔又不是很大，哇，这个也太坑了吧，这直接就是要不停的削他头，把他的上限给打掉，然后压到一半左右再 rush 他，才是把他杀死的唯一方式，要不然打血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他只要体力一条掉一半，他必然会再生，也太恶心了吧，简直莫名其妙。君たちがティアマットを倒したの。ああ。よくやったわね。あんたは。私は闇に囚われていたみたい。カオスに負けたのね。私はソフィア。よろしく。風よ、クリスタルが復活するわ。水晶、クラ水晶を出して。こっち。ありがとう。何が起こったんだ。説明はできないわね。私はあの霧の対処方法を知っているだけ。またもや謎の装置の登場だね。何か知っているらしい。どう使うんだったかな。私は記憶が消えにくい体質みたいで、断片的な旅の記憶があるの。ここへも来たことがあるわ。きっと何度もね。そして何度も死んだ。多分。私はカオスを倒したい。この思いを何とかしないと。苦しくてたまらないわ。同行してもいいでしょ。断る理由はなさそうだ。死なないでよ。いてくれないと忘れちゃうから。それはお互い様。そうだった。おお。火のクリスタルか土のクリスタルか方角が選べるようね。少し考えるか。火か土か。どっちから解放するか決めた？火のクリスタルを解放しよう。我都不太明白他这个二选一有什么区别。其实我选土选火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解锁伙伴职业二，它什么叫解锁伙伴职业二？瘴气46，加入伙伴狂战士。哎，等等，狂战士是吧？他可以学武士了。那等于说他们在学完武士之后，可以和盗贼进行合并，然后学会，不对，我不已经升到盗贼了吗？我还和谁合并啊？赤魔导，我看啊，对他学。
可以变成骑士，原来是剑士，现在可以学骑士，那我应该学骑士优先一点啊。你是菜刀骑士，好吧，武僧变格斗家，你就得脸魔术师，要等于法系弹法系，应该弹治疗。他这个法系也太狠了吧，和龙骑士一起学的，他这个是一边跳在天上一边放法术节奏吗？好恐怖。